冬季流感来势汹汹，大陆气象部门预报，湖南省近期将大幅降温，将迎来2018年的第一场雪，而随着温度的一再降低，长沙亦进入了流感高峰期季节，流感发病明显增多，多家医院接诊人数大增，湖南省儿童医院上周接诊人数突破8000人次。有点 grow。 这个冬天我崽孩子已经是第四次感冒了，睡不好吃不好，我和他爸爸都是心力交瘁啦。The call 有家长上周四日带住3岁的儿子到湖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求诊，为医院以人满为患。大陆媒体报道，该院一般每天接诊400名患病儿童，现在每天几乎都要接诊1000名，上周接急诊更高达8150人次。每天接诊量都在1000人次以上，其中 80% 以上是上呼吸道感染。从该院数据显示 ,2017 年11月该院儿科急诊就诊人数为 1.7 末节人次，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41.7%。在2017年12月底最后一周，该院儿童急诊就诊人次为4834人次。其中呼吸道感染2289人次，而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门诊急诊病人也在持续攀升。该院门诊班主任倪秋华透露，近期儿科一天的门诊急诊患儿数量在1000余人左右，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感冒发烧咳嗽，还有一些上学的孩子则是腮腺炎